我现在要去喂别的狗了，大华一直来，等一下。小花跟奥顿又会咬啥？所以我该怎么办？拿一张给你老婆孩子穿。他应该到这边就不会上来了，热了。平常在这边，因为小花跟老人在这边，他等一下就会冲出来。你看，小花嘞，小花，我整个拖起来出来，真强啊！小花可能去楼上的，就剩下奥利一只。来这边好了，这边有人在吃饭。好，到家。这个要不要？不要。过来，好嘞。这个嘞，不要，他可能没吃过这个味道的烤鸡腿的骨头，那就没有了。啊，好，回家了哈。又来，好笑的。剩下这些拿去楼上给那些狗吃。